迈入第二届新北春分节即将登场，全场民众 swing dance 在流行乐、爵士乐的氛围中迎接春天到来。两天表演活动压轴有金曲歌后阿爆、歌手马念先、问题总部等轮番上阵。台湾首次有虚拟 AI 练习生 Aika 也将登上大舞台，实际开唱秀唱跳实力。2024新北春分节倒数计时，有音乐、有舞蹈，还有不能错过的四大市集，美食、手作、文创等各种主题，打造春日浪漫，多元选择，逛好逛满。新北春分节春天第一场大型活动，最美的视觉与听觉飨宴，去年吸引超过70,000人参与，今年满满活动亮点，要让民众再一次留下满满回忆。三立新闻新北市报道。